叫关西棒球娃。啊！小心接球了！嗨！要掉落在哪？小西，你要丢去哪里了？你们在做什么啊？我被接球啊。是传接球吧？你接球只是把球丢来丢去而已吧？你们觉得这么简单的游戏真的好玩吗？要把球认真朝对方丢过去是很深奥的游戏啊。你自己有很认真丢球吗？既然要玩球，干脆来玩棒球好了。可是要打棒球要有九个人才能玩，不是吗？那我们就来玩三角棒球吧。那是什么？昭和时代的游戏。就是简化的棒球游戏啦。少了一个垒，场地是三角形，所以叫三角棒球。这个游戏只要有投手、捕手、一垒手、二垒手，还有打者，刚好是五个人。我懂了，那角色就这样咯。角色，那由妮妮当投手，然后捕手由正南来当，一垒手是风间，二垒手是阿呆，那我呢？小心是打者。远森，力量与技术的屁屁要发光了。你打扮成蝗虫做什么啦？当打者真好啊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大家轮流打嘛。三角就是主题。主题，开始吧，各位，妮妮要投出充满爱的泥球了，我投球了。所以你不用投球牵制啦。我知道啊，不过有时候牵制对方可能的行动也是必要的嘛。糟糕，没有打到球哎。当然没打到，妮妮，你要把球丢给捕手啦。也对，因为投手拥有一个名为捕手的伙伴嘛。可是我心里对于一垒手还有二垒手都想投出充满爱的球哦。虽然不太懂，不过请你朝本垒投球啦。对，本垒是吗？我真的很不下心只投球给本垒啊。就是为了确认你对我的爱，结果你竟然没有好好的接住。你既然身为我的丈夫，就应该要振作一点呢。捕手不是丈夫，是妻子的角色，重点不是那个吧？完蛋了，这剧情是……风间，你在做什么啊？这种时候，你应该过来好好的安慰妮妮才对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对吧？台词是这个。妮妮小姐，请逃离那么冷淡的丈夫，跟我一起去一垒吧。不行，我先生嫉妒心很重，我逃走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。他们在说什么了？他在看我们了。虽然离别很痛苦，你还是去一垒吧。不是，各位应该都懂了吧？女主角是当投手的我，克服膝盖受伤，像奇迹一样重回比赛的贵妇人妻。另外，捕手正男，他是我年薪300万的老公。美丽的人妻总是会吸引很多男人的注意。一垒手是1号情人，选秀状元风间。二垒手是2号情人，防御率之王阿呆。你可不能忘记，我是春日部大联盟选手，演员型支柱，终于显出真面目了。
你这个曾经说要谈不伦之恋掠夺爱的大联盟选手啊，这就是我想创作的家庭伦理偶像剧，追求真爱的女主角跟掠夺爱的坏女人争夺男人的故事。题目叫做爱的三角关系棒球。棒球赛变成败家家酒了，惨了。来吧，有本事的话你就来瞧瞧看啊。这颗球我收下的。雪菜真是属于我的。我绝对不会把它交给你这种人。触杀出局，福杰，好厉害的手背呀、啊！现在真真是跟我在一起总是这么害羞。福杰，谢谢你认真守护了给我的爱，我只是想守护自己的嘴唇而已啦。同意，小心他出局了，换手吧。这次就让我来当打者。不行了，这场战斗还要进入最后高潮呢。那么一垒、二垒还有本垒，我要统统抢走，然后成为掠夺爱的全垒打王。对了，全垒打只要球飞得很远就行了。加油啊，小心，要把球打到外野去哦。你为什么要帮敌人加油 我是想让剧情热闹一点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知道一号情人想要背叛女主角，对不对呀、不是啦，你想都别想。我一定要坚持到爱的九局下班为止，有本事的话就打打看啦。掠夺爱的性感炸弹，不灵不灵打粉。我来，大家都跑向妮妮了。我来，不对，就算接到这个球，半叉叉球也不会结束。不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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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居然敢背叛我，不过女主角是不会放弃的。大家趁现在跑回本垒，然后直接回家吧。再见喽。这个不太懂的是再见的。再见喽。被耍了。